小的话有毛的，防备不会啊。好皮，现在是下几点？下十点了。然后我们要去排阿米爸。嗯嗯。好早，我们现在还在高铁站。我很晚才吃东西。听说那里人已经排到不知道看到尾巴在哪里，车尾灯都看不到。我们现在在排快速的这样子哦，然后我们还想看到不少。很兴奋，天哪！